潜心打磨演技，诠释演员初心，人生大事颠覆形象，深入人心。消失的他再接再厉，持续发光。2023微博电影之夜年度口碑演员朱一龙，祝贺宋佳、朱一龙，请登台。观众的口碑是对电影人最好的一种嘉奖方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王长田先生。那我们有请两位来发表一下感言吧。对，前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，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去创作更多更丰富的角色带给观众朋友们，继续努力，谢谢。